欢吗？喜欢。后面的朋友呢？喜欢。谢啦。因为我怕你们坐在后面，就是对，因为唱歌其实我有很多怪表情、微表情，就你们看我唱歌的表情可能会可以开心一点，所以想说你们坐那么远，可能看不太到，怕你们会不知道我在干嘛。好的，其实今天没有，因为我以为今天，说实话，因为我很久没发片，我以为不会这么多人来，所以真的很开心，谢谢你们。重点来了，这张专辑叫什么名字？你们的支持让我勇往直前，不怕逆风奔驰。舒服。送给你们第二张专辑的，也是第一歌第一张，后来再听见再看到我的第一首单曲。还记得什么歌吗？其实我也不记得，唱完也不太记得。